又救吗？阿迪玛，阿迪玛，一定要救救他呀，可不能死呀！难受，疼，这是哪儿啊？摔死了！我明明在参加吃货大赛，怎么就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妮子呀！啥呢？这是咱屋。我家在哪儿啊？长安城永兴坊啊。长安大堂。他是我们这次比赛中最有力冲击冠军的杨小小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杨小小突然慢了下来？不对，不是慢，他好像噎到了。我们此次大赛头号种子选手，难道就要止步于此了吗？好，要快喝水，不要自怜其能放弃。我莫不是根据电视剧里的烂俗交代，此刻我应该确认确认确认，然后我就会拥有超人的技能和开挂的人生啦，最后再来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夜。你说他啥？干嘛在这挂哩？看什么看？我跟你闺女呢，只是灵魂互换。她的魂去哪了？我不知道。反正我现在就在这儿，等她回来呀，我就走了。那也不准去，走财务。你都不知道，刚才哥跟你爸都以为你走了，回来就好。我跟你说，就算你变个瓜子，那是俺的娃，俺头都不准去。就在屋，哪儿都不去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便宜卖，便宜卖了啊！卖粽子喽！怎么想吃啊？给我的。喂，姐姐你这么瘦，肯定饿坏了吧 ？What？ 我瘦？别开玩笑了啊！一边呆出去。本姐姐啊，可是长安城最美的胖子。这么瘦还敢说胖，真是丑人多作怪。哎，肯定是把脑子饿坏了，真是可怜。咱们这160多斤的胖子呀，可比他们性感多了呢，你说是不是呀？还是大美。我头上呢？我头上呢？哇！
娃他说，他说要吃饭，我耳朵没听错吧？我听着也是要吃饭。啊！哎呀，这是真真活了呀！都知道饿了，这病都是好了呀！好嘞，好嘞，婉儿，你想吃啥？我给你做去啊！你叫我啥？袁婉儿，是我给你起的名字，好听不？袁婉儿。哎，管他嘛，二口子呢？你俩咋长这个磕碜样儿啊？咦，不敢胡说啊！你妈是长安城永兴坊这一片最美的美艳少妇。哎，我就比别人胖了那么一点点儿。哎，那你闺女咋瘦成这个样子呢？哎呀，婉儿，你别急啊，你有骨头不怕没肉，你都病了好几个月了，好不容易活过来了，还能吃不胖？婉儿想吃啥，跟你妈说，你妈啥都能做。我妈爱吃荞麦扯面，得扯面，扯面，扯面。哎呀，女子，你这是寻啥呢嘛？你这病刚好。还需要休息。你妈买菜去了，一会儿回来给你做扯面。哇，这可是真正值钱的文物啊！我自己做。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。可以吧？真不知道这鸡咋能成精啊？算算，生抽。啊？对了，也没有，算了。那就辣椒。啊？啊，辣椒也没有，你饿死我算了。功告成！哎呀，袁婉儿，还有脸吃？还钱！